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就正式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假日科技广场了，我请大家先就坐。好的，好，好棒，好棒，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对？还是先听朱老师说两句话哈。好的，首先谢谢各位今天在周末午后来参加我们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的活动。那在这边呢，也要一如往常一样，要特别感谢国科会跟中央大学支持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那今天请到的讲师哦，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曾经参加过我们曾秀云曾老师的这个活动。我先做一下调查，之前不管是在这个场合或者是在其他场合参加过曾老师的活动的朋友，可不可以举个手？OK， 好，所以我们有些老朋友，谢谢。好，另外一个我每次都会问的问题是，小朋友很兴奋哦，谢谢思雨。每次都问的问题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假日科学广场活动的朋友，可不可以来举个手？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今天是第一次来的，哦，第二次，好，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来，我们鼓掌一下，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谢谢。那我就开始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师哦。这个曾老师非常支持我们这个活动，他至少每一年都会来一趟。那因为曾老师的场次哦，每一场都是爆满，所以我们只要没有这个报名报上曾老师场次哦，常常就要接到很多客诉。那为什么曾老师的场次这么受欢迎哦？一方面他是国内非常优秀的这个科普讲师，他得奖无数，我们这边实在是写不下，就只有挑几个写哈。然后再来就是曾老师他自己动手跟创作的这个能力非常之强哦，所以他过去的几次在假日科学广场讲过的主题里面哦，大多数都跟发电是有关的。然后我今天就想帮曾老师想了一个外号，因为我觉得他实在太强了，他就是我们假日科学广场的发电女王。你看哦，之前讲过不同的发电的方式，今天的主题叫做风力、水力两用发电机，所以呢。今天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哦，各位小朋友，你们带回去的这个小的作品哦，它不但可以用风力发电，还可以用水力发电，而且各位朋友应该都有看到，我们这个讲台上一路摆出来的这个东西哦，让你想到什么？让你想到什么？来，你说。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风力发电机，哦，好，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呢，我想要的是它的材料，让你想到什么、啊？哦，好，很棒，资源回收，然后都是我们想要丢掉的东西啊，喝完的养乐多啦，喝完的宝特瓶啦，这些东西都是资源回收做出来的，所以资源回收的那些材料，事实上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科学实验，所以下一趟你要把你的宝特瓶丢掉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养乐多罐丢掉的时候，可以稍微想一想，好吗？那今天。我们会做两个作品带回去，然后时间是一定是充裕的。朱老师在这边只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哦，我还忘记介绍我自己，我是假日科学广场的这个主持人朱庆奇，我在中央大学物理系服务。那今天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然后一定要帮忙的是，今天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头，你会用到剪刀，你会用到热熔枪，你会用到火。OK， 那这整个过程里头，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小朋友的安全，不管是就是使用热熔枪方面的安全，或者是使用蜡烛，或者使用剪刀，这个都请各位一定要帮忙，好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曾秀云曾老师。来，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好，因为我们的节目很精彩，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点个名。第一组，你坐在第一桌的。第一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加分有什么好处？有，等一下我们每一分，每个人送一颗紫外线变色珠子啊、上过我的课都知道哦。等一下要抢答，还有要表现规矩。我说安静的时候要安静，我说讲话的时候要讲话。好，
们在制作之前先介绍几样东西。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摇摇发电，这个来了，来这个的迷你版。我们没这么多钱啦，我们做迷你版。好，这个很酷哦，很酷。好，再来我们要做风力发电机，这个你们自动帮我加三个字了。好，关灯看得到我们的灯。好，这个大家应该常常看到啊，那个商店前面啊，卖东西的啊，他喜欢摆个大风车，然后慢慢在那里吹啊吹啊。对啊，如果你是卖槟榔的，那就不用去买那个一支一支的那个霓虹灯管啦、啊，我们自己发电就好了，不用插电灯，放门口，风一吹，灯就亮了，对不对？哎，这有卖槟榔的吗？好，我们要做这个的迷你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啊，我搞错边了，来，我把它换个边，因为灯泡在这一边。哎，坏掉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别台。坏掉了。好，这边看不到吗？来来来，看到了吗？好，然后当然这个如果比较大型的，可以做这个。哇！啊，这就比较大型的，它可以亮很多灯，因为它用的线圈跟磁铁是不一样的。好，风力发电机的迷你版。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水力发电，因为这里用水不方便，所以我们就直接转给各位看，猜猜看这是什么？家的。这是什么？哎，家庭主妇都知道，这是什么？一尺零。哎，啊，对，我们不可以涉及广告，叉尺零的汤匙，对不对？好，只要水龙头一冲，它就可以亮了，亮了。通常我会装那个园艺用的那种抽水马达，那100多块就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就一直让它在那里亮亮亮，一样卖槟榔就不用在那里插电了，你就水龙头一开就让它就这样一直转转转转。好，这迷你版。好，我们做这个小水车，那但没有水龙头，我们就这样示范，这样转转转会发电。好，我们今天要做这几样东西哦，发电机。好，请开灯。在还没有上课之前，我们必须要讲一下。上过课的不可以没举手啊。好，发电机主要构造有哪一些？电池。电池。发电机要有电池，哎、啊，有电池干嘛要发电？那来，后悔没有用。这边线圈，八哦。我说记错了要跟我讲，有时候我喜欢我九线圈，磁铁12，还有嘞，边有灯泡，哎，来，我问一下哦。如果没有灯泡，电有没有来？有来哦。那你干嘛在加？既然没有用，老师你加干嘛？好啦，他想法很好了，我跟他加分，可是不对，不对。既然灯泡不是必要条件，你干嘛加灯泡？谁知道？不是啦，我是说你干嘛加灯泡？来。因为那个这样那个才会发亮吧？才会发亮，那你干嘛加灯泡？来，这有没有电？对呀、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电来了？对不对？行，好，那讲完的话，麻烦顺便讲一下地吸图，我地方。
磁铁，它有没有亮？没有。好，所以还缺一个。要移动。报上你的组别，要报不加分。第二组。第二组，好。要移动。如果它摆在这里，是不是没有电缆？电都没有缆，那什么状况下它电才来？对不对？这是摇一摇，它是转一转，对不对？那我还开发很多种发电机，什么敲一敲啊，转一转啊，刷一刷啊，都有，就是让它动起来，动起来。所以，来台湾有很多很多发电机可以卖电给你，哪一些发电？水力，喊出第几组？水力，后面粉红色，风力，十，火力，火力，核能，太阳，太阳能，十，啊，人力，很好，我刚刚是人力发电，我刚刚是用人力。第四组，可是有没有用人力来发电卖钱？没有。地热发电。被抢走了。三。潮汐。第七组。受力，很好。啊？十。啊？沼气发电。六，摩擦力，摩擦力发电，靠你来发明，来，六，你也六，六你也六，你五吧，天然气，好，四，还有吗？生殖能很好。九，加油加油，没了。石油，那航空都是我要，刚刚天然气啊，石油啊，都算进去了，不要再讲你要了。没有，那还是第八。第八。第一组加油，来。绿能，好，绿能包含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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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还有啊，潮汐讲过了，来，等你。等一下哦，讲别人讲过的倒扣一分，表示你没有认真听别人讲话。好，来这边，温差发电，第十，没，啊，磁力发电，声音。用声音发电很好，未来的科学家就是你的。电解质，阳能发电，哇，越来越知道了吧？哎呦，没问题的。啥？蒸汽发电，那也算火力的一种。来，二。好，啊，哎，第一怎么这么多？好，停，太多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想出一个办法，让有线圈也有磁铁的这个构造动起来就行了，对不对？管你用的是风、水、蒸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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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大堆，对不对？你高兴用什么就用什么，你只要能够利用这些能源来让你的发电机动起来就行了。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种发电机哦，来脑力激荡一下，有一种不是利用磁生电的，哪一个？啊，上过我的课哦。上过我的课吗？没有，没有加三分。第几组？第三组，加到第五。太阳能哦，
我们计算机上面是不是有一块那个太阳能板？你回去可以拿那个剪刀什么来试试看，上面没磁铁耶，那块没有磁铁耶。你看得到的发电机，你拿剪刀去靠近它，它都会被吸靠近，表示它用到磁铁。只有太阳能板没有哦，没有用到任何磁铁哦，它并不是磁生电哦，它是用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它的发电方式跟别人都不一样，它的光电板是一块扁扁的，你没有办法塞一块磁铁进去，那么薄薄的那个东西里面，它并不是磁生电。好，那是额外的。不过呢，这跟太阳能有关。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能源，所以讲品也是能跟能源有关。好，我们开始要制作一个遥遥发电，请发材料。每一桌有一个盒子，啊，组长会拿给你。那个，来，剪刀一把，麻烦爸爸妈妈帮小朋友保管，免得他玩剪刀出到生活了。桌上的肉胶还没有要插电，请不要插电。我等一下要用到危险材料的时候，我会讲。剪刀一把，那个管状的线圈一人一个，线圈大的一人一个。不，磁铁，大磁铁一人一个。好，爸爸妈妈拿到手之后，请拿纸，那个，请小朋友，这是小朋友上场的时候，请贴中央大学贴纸在管子上，哪一边比较空就贴哪一边，在管子上贴贴纸。是贴在比较空的那一头，对，不是从衣服上面撕下来啊，我们箱子里面有，不用这么省，不用这么省，我们箱子里头有。这个贴贴纸的工作就由小朋友来做就行了，哎，这是你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打打广告哦。好，不要把那个线圈给贴掉喽。线圈贴掉了，等一下你找到了找不到线头就不好过啦。好，接下来各位爸爸妈妈请注意，我们等一下要用到蜡烛，蜡烛旁边有个打火机，请放在桌子正中央，正中央的位置附近不要坐小朋友，正中央那里因为有用火，有用这种胶枪，正中央的位置请不要坐小朋友，我怕他们玩火，我怕他们被烫伤，所以正中央的位置麻烦家长摸一下，不要让小朋友靠近蜡烛。好，请点蜡烛。好，那个线圈。好，当我说通关密语，请回答。我说眼睛，请回答看老师。眼睛。好，这两组是七八。好，当你说看老师的时候，真的要看老师。来，现在我们的线的尾巴要接 LED 灯，麻烦组长那个工作人员来前面抓一把下去发，一人一个 LED 灯。好，那在发灯的时候，麻烦各位爸爸妈妈用火的时候，如果你们小朋友坚持自己做，请你看着他。好，线的尾巴有两条，两条的尾巴的端点，我们要烧掉那个油漆，烧多长？
皎洁的油漆，不是灯，是线尾巴。管子上的七包线，七包线有两条尾巴，对不对？好，左边尾巴、右边尾巴各烧掉一小节，然后过火一下就烧掉了。来，请过火，过火一下它就烧掉了。麻烦火旁边大人要看着，不要让小朋友看到了。哎，好，烧掉油漆之后，我们要接 LED 灯。有啦，好 ，OK。好，过火一下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接 LED 灯。好，你的线，你的管子用左手抓着，右撇子，那个左撇子请跟我相反，左手抓着管子加上灯泡。左手抓着管子加灯泡，灯泡的两脚打开开，两脚把它给撑开，灯泡有两只灯脚对不对？请把灯脚开开朝外，好，一只手抓着灯泡加管子，另外一只手就空出来了，请你绕线，只有绕烧过的地方，没有烧过的不用绕，绕了也没有用。好，请你从内往外卷卷卷卷卷出去，左边的灯脚绕左边的线，右边的灯脚绕右边的线，绕紧。好，烧过的话，它的油漆被我们烧过之后就没有绝缘的，这样子才能够通路。通路四年级就教过，应该要会哦。通路，你才一年级呢，就问爸爸妈妈。对，所以其实要烧长一点，你比较好闹。好，从灯泡那边绕到灯尾巴那边去，从内绕到外绕紧，只绕有烧过的地方。如果蜡烛不用了，请吹掉。我们二氧化碳太浓度太高了。火不用了，请你吹熄它，保持空气新鲜。绕好了之后，请你把磁铁塞进去，左右摇摇看。灯有没有亮？好，我们先暂停一下，眼睛。好，这边最快是九尺。好，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有人已经不耐烦了，老师讲太久了都没有继续。好，我一起讲完喽。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你的磁铁塞进去一颗，然后呢，手按着两头摇摇看，如果灯外亮，那就是继续做。第一个，减两块，好，跟组长的盒子里面拿，减两块，减拿一条，然后减两块，左边塞进去。右边塞进去，然后贴上胶带，桌上有胶带，贴上胶带，然后多余的电线与 LED 灯，请你把它给整理好，贴上胶带，完工，继续。好，麻烦发泡棉，麻烦组长发泡棉。一定要会亮哦，因为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一款发电机哦，摇一摇就电就来了哦。好，如果会亮了，就把它给完成。左边堵住，右边堵住，贴上胶带。左边堵住，右边堵住，贴胶带。就完工了，很快哦。加油加油，爸爸妈妈帮忙。
先帮他用胶带把它给固定好了，免得他等一下又卷在一起。线没接好，或者漆没烧干净，啊，检查一下，拆下来再处理一下。至于灯泡要固定在哪个位置，你高兴就好了，你高兴就好了。好，那个现在八的只发一人一个，剩下另外一个回家再处理就行了。LED 灯和线圈的尾巴。
起，变成通路。好，小朋友你也会练习接线，小朋友要练习接线哦。左边的灯脚绕左边的线，右边的灯脚绕右边的线，一定要绕烧过的那一部分，没有烧过的没有用，因为它不会通路。待会儿我们这个构造是底朝上，底朝上，底朝上，所以字要怎么摆正面，请想一下哦。等一下我们的底要朝上，底要朝上，像这样。待会儿是底朝上，所以你的字要怎么贴啊？哎，底不可以贴在底上面，因为我们底要拿掉，底要拿掉，不可以贴在屁股，我们底要拿掉了。好，看你要贴怎么贴，你如果贴才会漂亮，想想看。好，小朋友，这是你的任务哦，要贴漂亮哦。好，完工了没？好，好，刚刚有好像有几个哈，因为我刚刚才发现我好像戳错边了，因为我有两板，一板是底朝下，一板是底朝上，我有没有拿错？那个戳孔的地方应该在靠近底面，如果它是靠近瓶口的请举个手，我戳口的地方是靠近瓶口的举个手，那你等一下要相反过来哦。等一下你们就不用剪底了，你们就做这一板啊。如果你喜欢用底朝上的，麻烦你自己戳两个孔，拿剪刀戳两个孔。你喜欢这一板的，请你再戳两个孔。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有两个版本啊，特写特写，来这边，我靠靠近空的地方，这里可以吗？好，来这个，那我们下面就可以接了。摄影机可以靠近吗？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办法。好，来，来，各位看一下。一个是多多罐的底朝上的，它要配合在一个保特瓶，另外一个没有配保特瓶，你的风扇不能做太大。如果你拿到的是这一管这一种的，那你想要做这一种的，麻烦你自己戳两个孔，相对的孔，钻两个洞。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两个，一个是瓶口朝上的，一个是瓶底朝上的。看荧幕就知道了，看荧幕看得到吗？看不到我的，看荧幕。一个是瓶口朝上，一个是瓶底朝上。瓶底朝上的洞朝瓶底，瓶口朝上的洞朝瓶口，两个都可以做，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来，接下来已经接好线的请举个手，一三四组还没好，好，一第一组，好，请大家第一组加油咯，工作人员要不要看一下？好，来，接下来如果你是苹果朝上的，就不用做去底的动作。接下来请把底拿掉，戳一个小洞，来，注意安全，看这里，戳洞的时候请你捏着剪刀片，只露出一点点。爸爸妈妈在家里面教小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戳洞的时候不可以
把剪刀进医院就成了，请你捏着剪刀尖，露出一点点，就算受伤也只有一点点，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哦。然后嘣，嘣，戳个小洞，大配你的衣服，嘣，戳个小洞，拔下来，然后开始剪。好，剪剪剪剪剪剪剪，哎，看不到了，看荧幕，看不到了，看荧幕。好，剪，剪掉一个，拿掉底，拿掉底，拿掉底。好，把底去掉。好，你如果是龟毛一组，请你把那个边缘再修漂亮一点。好，把它修漂漂亮亮的。好，底就拿掉了。如果你是要苹果朝上的这个动作，不用做，因为本来苹果就一个洞了。好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洞。好，洞的上方，请你剪一刀。这样，请你剪一刀。剪一刀下来，洞的上方剪一刀下来，洞的上方剪一刀下来，共剪两刀。对，两刀，一刀剪下来，在另外一边也一刀剪下来。摄影机拍得清楚吗？这里，洞，洞的上方剪一刀，剪一刀下去。这个洞是做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要塞。来，等一下是我们要把这个装置塞进去的，塞进去的，所以你要剪一刀才能塞进去。我们要把它给塞进去的，塞进去，所以要剪一刀。我们要这样子方便拆卸，这是组合式的，组合式的，所以我们要剪一刀在洞的上方。好了吗？好了吗？那个爸爸妈妈摸一下肉焦香，不要摸头哦，摸黑色靠近头那里，摸摸看有没有一点点热，如果没热表示你没开，有一点点热哦，这才正常哦。如果开的这么久都还没有热，那你要赶快开哦。有热哦，靠近热我们家枪的有没有检查了？好，不要等一下要用的时候发现都没热。好，接下来拿起你的竹签。好，我们要做这个磁铁，还有装这个。好，那个风扇先不要理它。好，左边要装风扇，右边要装水车，中间有磁铁，磁铁的位置在多多罐的正中央。我再讲一遍哦，我们要做一根在竹签上面，左边粘风扇，右边粘水车，中间粘磁铁，而磁铁的位置在正中央。好，现在请你拿起你的竹签，我们要做记号。不管你是苹果朝上还是平底朝上都一样，在平底那边比一下尖头的留，左边留大概一样两节手指，食指好了啦，食指两节。好，接下来在圆周上面左边做个记号，右边做个记号。来，这里做个记号，这里做个记号，这样子我们磁铁才知道你哪里。来看这里哦，这边做个记号，圆周上面这边做个记号，这边做个记号。
这边露出大概两节的长度，肩头的那边，肩头的那边，肩头的那边露出大概两节的长度，然后左边的圆周做个记号，右边的圆周做个记号，听得懂吗？那个苹果朝上的一样用平，那个一样用平底做记号哦，一样用平底做记号。不管你是用瓶口或盆，平底朝上做记号，都是用平底做记号，用平底做记号，平底做记号，左边圆周，右边圆周，各点一下。没有笔吗？没有笔可以哦，最好是借爸爸笔。我那边也有彩色笔，随便什么笔，只要能做记号就好了。好了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粘磁铁。好，来，两颗磁铁。好，看这里哦，我们要把磁铁装在竹签上。如果你直接这样子装，这个磁铁不是歪左边，就是歪右边，对不对？好，如果看不清楚，我拿大的给你们看。以这个做例子，这两颗是磁铁，中间是我们的竹签。好，不管你是怎么吸，它都会歪这边或歪那边，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它才不会歪一边？要垫，左右各垫一小块的竹签的尾巴。所以请你把竹签的尾巴剪下两小块，拿来垫刀用。剪两小块，竹签的钝的那一头，请你剪下一块，哎，抓着哦，要不然它会剪了就飞出去哦，刺到别人眼睛哦。另外一个帮你抓着尾巴，然后剪下去。好，再剪一块，两小块，这个长度呢比它的直径还要小，比磁铁的直径还要小。好，如果它碎了再剪，反正我竹签给你买很长，你可以把它压一压，压一圈再剪下去，它就不会碎掉了。碎掉了没关系，再剪，反正我们竹签很长。好，剪下两小块。好，爸爸妈妈合作，一个抓着，免得你一剪它就飞走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免得它飞走了，到哪里去了？好，接下来，请你把你的磁铁像这样子，左一个磁铁，右一个磁铁，中间是竹签，用热熔胶夹起来固定。好，不知道怎么粘，可以问工作人员。好，我再讲一遍，在你做记号的两个记号正中央，两个记号的正中央，请你粘磁铁。两个记号的正中央，请你粘磁铁。磁铁左边、右边粘了，要正正的，不可以歪的，正正的，不可以歪的。这是风力发电机最基本的构造。两颗，每个人两颗，每个人两颗，没有的话找工作人员。每个人两颗哦。好，热熔胶枪旁边有一杯水，不小心碰到了，请你把手指头戳进去，免得烫伤。小心哦，不要烫伤哦。好，两颗磁铁中间是热熔胶，热熔胶小心不要烫到手，热熔胶小心不要烫到手。如果你不懂我在说什么，请来前面看范本，请来前面看范本。
清楚我在说什么，请来前面看范本。此点要摆正，而且要在两个记号之中的正中央。好，请看范本。热龙加枪，如果是小朋友要唱操作，一定要大人全程盯紧。对，两颗视野之间，你要用胶带哦，不牢靠哎，很容易就坏掉了。我们的动力发电机可以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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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胶带可以牢靠。好，你可以来前面看范本。好，把磁铁装上去。是不是这样搞在这边？磁铁装上去。是不是这样子？就在这中间。对呀、啊。你要粘这种胶，粘那个竹签。左边、右边，然后再粘热熔胶，再粘一个，这样子有没有很简单？好，好，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来前面问，这样比较快。好，前面范本，荧幕看得到，荧幕看得到范本，这样子。挪来挪去。挂下去啊，不是像钻进去的，可以的。就这样子，好，请看荧幕，荧幕有范本，将瓶盖遮住了，瓶盖，哎，对对对，这样子看得清楚。来，请看荧幕，荧幕有范本，荧幕有范本，竹签在里面，两个垫着的小竹签也在里面，中间热熔胶，然后两片夹起来。至于怎么粘，想一下就应该就知道了。小心烫手，小心烫手。旁边有一杯水，不要打翻了。旁边有一杯水，不要打翻了。这杯水等一下还很重要。好，前面荧幕上面有范本，荧幕上面有范本。你也可以来前面看，你也可以来前面看。爸爸妈妈如果真的不会，工作人员可以指导。尽量不要让小朋友碰到。好，我们的磁铁它的传导非常快速，所以不要粘了半天才想到粘第二层，它会干掉。我们的磁铁传热非常迅速，所以如果你摸很久，它就已经冷掉了。那你只好扒掉它，重做一遍。好，我们磁铁它的热传导能力非常强哦，所以不要摸太久，摸太久它会冷掉哦。如果家里没有胶枪，可以去书局或者五金行买胶条。胶条不贵，一条10块钱以内就买得到了。然后拿打火机烤热，它就可以融了。用打火机烤，它就可以融了。啊，虽然不是很好用，不过呢，就可以很省钱。买的。我懂了，那我再弄进去试试看哦。不是这样子。好，烫到手马上搓进水杯里面哦。要不然会起水泡的哦。好，接下来请将瓶盖，注意刚刚我说的安全指南，请你用安全的方法戳一个洞在正中央，小小洞就好了，小小洞，不要太大洞。如果它塞进去竹签，刚好卡得紧紧，那是最好。如果太大，它会溜下来，等一下不方便操作。戳个小小的洞，刚刚好塞进去竹签，塞到哪里？塞到做记号的地方。戳一个小小洞，请爸爸妈妈
帮忙，请爸爸妈妈帮忙戳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塞进来，然后用热熔胶，来，这个很重要，眼睛，这边最快，七八，对不对？这边，这边，一二组加油！每次我说眼睛看老师都不理我，我要扣分了。好，看这里，看这里，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上一场演讲我以为那一场都是精英干部，我都没讲，结果出了好大错误。等一下我们要把瓶盖跟竹签牢牢的固定，一样用热熔胶，热熔胶把它给灌进去，在竹签与瓶盖之间绕一圈，多一点没关系，多一点没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固定这一头，这一头要看这里，看这里。好，这一头不可以弄，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塞进去，那你如果这一头有热熔胶，它会卡住，很重要哦。所以等一下固定只能够固定瓶盖的内侧，外侧千万不要有热熔胶。好，很重要的是，注意听呢，很重要的，来灌进去热熔胶，呈火山锥状，就是高竹签那边高高的，然后往下是一个山坡的形状。可是如果你不理它，它会慢慢的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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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高山就会变平原的。所以灌进去热熔胶之后，请你拿起水杯的水，咚倒下去，让它不会一直往下流。还有一个很重要，在它冷却之前，一定要把它给摆正，摆正，摆到你摸摸下面那个水已经不烫了，就可以把水给倒回去了。这样子又快速又安全，然后方法又非常的牢固，固定起来非常牢固。好，请你把瓶盖固定在做记号的那一个地方，请你把瓶盖塞到做记号竹签做记号的地方哦，竹签做记号的那个地方哦。然后在冷却之前，一定要把瓶盖摆正，要不然你的风扇等一下会喝醉酒。水杯的水如果不够，请跟工作人员讲一下，小心不要打翻的。可以来前面看范本，把它拆下来。嗯，对，怎样？等一下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那个瓶盖与瓶身不要混在一起。台湾的宝特瓶，尤其是矿泉水与那个饮料瓶，它的 size 并不统一，所以你不要假瓶配乙瓶盖，乙瓶配假瓶盖，这样子会兜不起来。请你瓶盖与瓶身不要乱混合，等一下你会找不到那个，我们的风扇会转不上去哦。瓶盖与瓶身不要乱混合。好，装好了之后，装好了之后，请你把你的这个装置塞进去，塞进去洞里面，然后转转看会不会亮。好，麻烦工作人员发黄色小风扇，麻烦发黄色小风扇，一人一个。
剪掉尖尖的再装，然后两头有电风，我们的教室两头有电扇，请你去吹吹风，看你的风力发电机会不会亮。两头中间的可以来用这个，好，来吹吹看哦，看你的灯亮不亮哦，吹电扇吹吹看。当然你如果自诩你的肺活量非常大，可以用嘴巴吹，可以用嘴巴吹。好，吹吹看，风力发电机基本管亮了。哦哦哦哦哦哦，好，坐好的同学先去使用电风扇，左边有电风扇，右边有电风扇，中间有电风扇。小摄影机拍这里。一下原因，不亮的话，请检讨原因，跟刚刚一样，线有没有接好，去漆有没有干净，很亮啊，亮了就可以把位置让给人家了，很亮，很亮，对不对？很亮，很亮，很亮哦。那边有地上啊，那边也有。来，刚刚那个。电线没接好的原因以外，如果你的风力发电机不亮，还有一个原因，刚刚我们有发现一个原因哦，你的竹签，你的磁铁要这样子，左半边右半边一样重，这样子才能够滚得顺。如果你是装这样子，它会跛脚，所以跛脚就走不快了，然后所以你必须要很大的风，它才能够滚得那么快。好，我们刚刚发现哦，速度是不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你要让它滚得顺，你要每个地方都顺，包括你的洞，那个我是用那个电烙铁帮你戳的洞，那你如果自己转的话，要记得不要毛毛的，要不然摩擦力会变大。我先小小调查一下，你的黄色小风扇装上去会亮灯的，请举个手。哇，很好很好，请放下。还没好的要加油了。哦，还没好的你也不用紧张，我们还是有时间让你慢慢做。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这个黄色小风扇，不好看，不环保，我们不要它了。为什么我要给你装这个？因为装上去之后，你才知道你有没有。等一下你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以为你没有把风扇剪好，其实是它不是它的原因。那我们现在要专心致力于做风扇，这个，请拿出你的宝特瓶，宝特瓶，然后呢，请你裁下来一段。多长呢？距离这个最瘦的点，往那边去，大约2到3节。距离你的宝特瓶，来，手指尖，手指尖，手指尖，好，摄影机，摄影机，好，来，手指尖顶在最瘦的地方，量下来，大约2节。或者3节，为什么我要说后或者？我要各位做实验。等一下，我们的风扇大，风扇小，也就是说它的半径大、半径小有没有关系？等一下就知道了。来，那你宁可做大一点，人家把它改小，对不对？做小一点改大，那就很难的哦，对不对？好，2到3节，然后呢，咔嚓，一样，戳一个洞。戳一个洞，然后拔起来，穿进去，剪下来。
来，这个这一头我们要做风扇。我们在这里，摄影机这边。好，请看屏幕，这样子，一个，这样子。好，我们剪一下这个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看不清楚的看屏幕，剪下这个形状下来。好，每个小朋友，每个大朋友都要做一个。好，小朋友拿剪刀小心点哦。好，自己做的风扇才环保。刚刚那个黄色小风扇，等一下要收回来，那个只是给各位测试用的。如果各位想要带回去，没有关系，送你。如果你用不上，因为我们等一下装自己的风扇才漂亮。如果你想要带回去，没有关系。如果不用，请你收回来。我们不要等一下看到垃圾桶有它哦。好，好了吗？剪下来之后，你听吗？我要在荧幕上面秀哦。首先，我们要在这里一刀，对面一刀，左边一刀，右边一刀，先把它四等分，从这边剪下去，剪到底，请你剪到底，硬硬的地方再用力一点点。为什么呢？越硬它越坚韧，你的这个风扇越坚固。如果你只剪到软软的地方，它会比较软弱一点，比较不耐用。好，剪了一刀下去之后，在正对面再剪一刀，正对面再剪一刀，然后呢90度角的地方再剪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左一刀右一刀，每一刀都剪到底哦，每一刀都剪到底。然后呢，再把这四片变成八片，四片变成八片，加油，每一刀都要剪到底。可以吗？四片变成八片，好，四片变成八片了，四片变成八片，我们有八片可以折成风扇哦，我们八片可以折风扇，加油。如果小朋友不能操作，爸爸妈妈帮忙，你先做一个，等一下回头再做另外一个，这样子我们时间才够。好，剪完八片了吗？还在忙？好，我们再过一分钟要折风扇哦，折风扇是关键哦，折风扇是关键哦。如果你不小心没有把它折得刚刚好，正正的八等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风扇一样可以转得很好，不用紧张。好，现在折风扇是关键，关键，请眼睛。好，这次11、12，等一下我加耶，因为我现在要定在这里，没有手去加分。等一下，我忘记加耶跟我讲了。来，请看这边，很重要，折风扇的方法，请注意看，看不清楚的看屏幕。来，每一片线扇拿下来，一定要折到底，45度角的倾斜折到底。什么叫45度角？如果你正正的把它给搬下去，这样子到90度角。如果把它正正的往侧面去，这样子叫做0度角。我们要45度角，45度角。好，如果你实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很简单，你来过来，我帮你折第一片，或者请工作人员帮你折第一片。好，每一片折到折下去45度角。
角折下去，四十五度角，用力的把它给压压折，让那个压线非常的固定，很固定。如果你不清楚我在说什么，请你来看，我们应该有个黑色背景来秀。黑色，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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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教授的衣服，来来来，这边，做得到吗？这里，好，好看这里，通通四十五度角折下去之后，然后再把它给推回来一点点，让它的面呈碗弓或者碟状，有点。边缘上来，每一片都有一点点角度，这样子，这样子，好，谢谢。来，看不清楚的，来前面看范本。然后，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来前面我帮你折第一片。如果你很有自信，没有关系。折好了，这个也不会怎么样。好，把你的风扇装上去，你的瓶盖，然后吹点风，两头有电扇，去吹电扇看看。再下去一点。哎，行李往外折，不是往内折，你都往内折了。对，来来来，好来那个摄影机，摄影机追着这片板子。来，你到这边来。好，不是往外。对啊，所以我想要。你们打架啦，这样子不行，要打。你看，听到吗？来，你看啊，我帮你折哦，第一片。可以。再每一片四十五度角往外。好。可以等来，往外折，好，好。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如果刚刚你的黄色小风扇会亮。现在做的不会亮，请你把半径改小一点。半径改小一点。至于为什么，等一下我要问哦。如果你刚刚的黄色风扇会亮，现在装的自己做的风扇不会亮，请你把半径改修改一下。修改半径。如果你刚刚会亮，现在不会亮，而你的风扇半径也改得很小了，还是不会亮，请你检查一下你的瓶盖是不是歪的。瓶盖是歪的，跟我刚刚说的一样，掰开扎北定，跛脚跑不快，这样一高一低，这样子很难跑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重装。然后这个，不是我帮你改改看哦，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你就要那个瓶盖重拧。亮了，我们就要做水力发电机了。加油加油加油！好，刚刚大哥哥大姐姐有发一小节的吸管给各位，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请组长发下去，一人一小节吸管，一小段。大概一公分宽的吸管，好，好，麻烦工作人员帮忙剪一小段一小段，然后呢，一样在中间穿个孔，塞进去竹签里面，好，中间穿个孔。然后塞进去竹签里面，从另外一头塞进去。哇，不要用嘴巴吹啊，你回家会吃不下饭呢。这样很辛苦哎，我们有电扇。我刚刚说人力发电是非常耗能的，回家要补充好多热量才能够得到这些能量，所以是很划不来的。来，请你把它塞进去，塞到哪里呢？塞到做记号的地方。对，塞到做记号的地方，然后转转看，转转你的磁铁。如果
点。不要夹太紧哦。不要夹太紧哦。如果转了会开 KK， 请你把吸管往后退。好，可以看荧幕。如果转的时候会卡得很紧，请你把吸管往后推一点点，然后再转转看，要松松的才可以哦，不要被夹紧了哦。好，靠进去出吸管之后，请你转转看，要松松的哦。靠到做记号的地方，如果很紧，请你再把吸管往后推一点点，让它可以松松的转动。松松的转动。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当我们在做水力发电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风扇给拆下来。风扇。好，我刚刚说要问一个问题，哇，有奖征答，这一题很难，请问，第一题很简单哦，请问风扇的半径大、风扇的半径小跟转速有什么关系？半径大会。所以转得比较慢。好，哇，这位小朋友，我要的答案只有结果，他中间讲得很清楚。好，来，我们给他加两分。第二组吗？第一组。哎，跑到第二组去。哎，不对，这边是第一组。加两分。好，半径大的风扇，它的转速比较慢。好，也就是说，你看看我们这个哦，它是慢慢的隔，慢慢的隔。他说既然大的最转得慢，老师你搞这么大一个干什么？为什么不做这个小小的就行了？嘿嘿，为什么为什么老师没事要做这么大一个？为什么不做这个小小的就好了？来，没有，这个转一圈，磁铁也转一圈，这个转一圈，这个磁铁也转一圈，所以还是圈数。来，后面，是比较好示范，有道理，不过不是主要原因，有道理，不过不正确。来，这边，啊，供应大风扇供应电力比较多，也不是哦。它跟转速有关，不对。大的离心力比较大，所以转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那个大的转速比较快，跟刚刚我们讨论的结果相反嘞。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老师要弄这么大一个？来这边。推动比较大的东西。好。风扇可以推动比较大的东西，来看这里，反正风扇很小啊，一样可以推动这么多颗磁铁，而且是大的磁铁哦。不是，发电量比较大 ，no， 它那里只是亮三颗哎，我这边亮了十几颗耶。对，所以。所谓面积比较大，有什么好处？比较凉，我们不是拿来做风扇用。来，比较有力，有力，有力是什么意思？啊？风不够强的时候也会转呐、啊。也就是说，这么小一个风扇，你必须要好强的风，你是不是要这样推推推推到这里来，它才会亮灯？而这个嘞，再示范一次，
你看它是不是转的慢慢的？它是慢慢的转，可是慢慢转的转也要会亮哦，对不对？这边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一转哦，它才会亮哦，对不对？所以大风扇有大风扇的用途，小风扇有小风扇的用途。好，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哦。所以来，我们做的是这种迷你版的。如果你大风扇也是有它的好处，比如说风不够强的时候，它如果能够达到那个转速，它一样能发电。可是小风扇它灵活，哎，就好像武林高手都是高头大马的还是那个短小精干的？不一定啊。你们都没有在看武侠小说，武林高手都长得那个高头大马还是那短小精干？都有呗，各有各的优点啊，对不对？我们大的风扇有大的风扇的优点，小风扇有小风扇的优点哦。好，剩下15分钟，我们刚刚好完成我们的最后一个水力发电。如果各位你的工现在还没搞定呢，后面就不用做了，也不会怎么样嘛，对不对？要回家做也行啦。好，这个水车其实很简单。好，你可以去找电板啊、塑胶板啊、什么板，只要能够不怕水的，拿2块叠起来才一样大，正中央咔嚓剪一刀，然后粘在我们的竹签上，完了。有没有很快？很简单，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就显示不出我们的那个环保了，所以不用它。好，看得出来这是哪个东西吗？那个纸箱子里面装4个杯子啊，杯子的隔板啊，当然别被我拿来做示范。好，这是简易版的。如果各位今天没有办法完成我说的这种水车，请你回家找2块电板，咔咔咔咔咔，剪刀塞进去，十字形的水车做好了，很快。那我们做的这个是取材于刚刚剪下来的，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直接拿来用。怎样呢？我们取下四片的长宽大约都是2-3公分，2-3公分没概念。我最喜欢用我们的手指头，因为我们随身携带。好，2节到2节半，小指头2节到2节半，就大约2-3公分。好，长宽各2公分、3公分左右，剪下4小片一模一样的下来。你可以剪一圈下来之后，再来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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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四刀，又有4片下来了，请你裁出4小片。4小片，好。如果很不幸，你拿到的瓶子那个歪七扭八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你可以跟隔壁借，或者老师的借你，没关系。我们的瓶子很够用，尤其是哈那种汽水瓶，这个，你觉得你喜欢这个比较漂亮的，绿绿的，然后又光滑的表面的，你可以跟他借啊，你解完了没有？给我剩下的，小气。好，剪下4小片，我们要做水车。好，因为大家等一下轮流，所以我先讲了。等一下呢，你可以在前面看范本，1片、2片、3片、4片，怎么粘呢？好，竹签在这里。第一片
上去之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吸管，吸管在这里，然后就粘在吸管旁边，一片粘上去之后，用这种胶粘在竹签上，然后贴上去，然后手指头沾水轻拍一下降温，为什么？保特瓶怕热，你如果弄太热，它会虚体，会变形，所以稍微拍一下降温，再粘第二片，在背面180度的地方正对面再粘一片，它的正面是这样子，竹签，然后。一，二，三，四，这样子，一，二，三，四，粘四片上去，就做完了。完了之后，如果你想要那个牢固一点，就再跟竹签的接触点多加一点那个热熔胶，跟吸管的接触点再加一点点热熔胶，让它更牢固，不会水一冲就垮了。四片。一二三四，来，我们摄影机，请拍我们的范例。范例在这个比较清楚，我把它拿下来。好，前面有范例，请来前面看，或者看荧幕。请来前面看，或者看荧幕。好了。好，看荧幕可以看得到那个旋风状的四片叶片。这个四片叶片比刚刚我说的这种直的，它效果好，因为它受力面积大。效果好，水冲的时候那个力道都没有跑掉，直接冲下去，效果很好。那如果各位做完了想试，建议各位不要对水龙头，请你使用那个洗拖把的水龙头，要不然的话你的肚子那边会被喷湿。如果你不想感冒，请回家洗澡的时候再玩。会感冒哦，不要喷湿身体哦。水力发电建议回家再玩，你有衣服可以换，要不然冲湿的话就不好玩喽。好，水力发电在冲水的时候，一般水龙头冲下去，它不太速度不太够。你可以捏水龙头，让它变强力水柱，再去冲，它才有用哦。使用的时候，请你捏水龙头，让它变强力水柱去冲刷。水不用大，可是要够急。水不用大，可是要急。好，水车在使用的时候，再强调一遍，水车的使用一定要拆掉风扇。跟刚刚我们讨论的一样，你装上风扇，它半径太大了，转不动。所以水力发电的时候，请你将风扇拿掉，请你将风扇拿掉。要冲水的时候，风扇要拿掉。要冲水的时候，风扇必须要拿掉。然后一样，水车的半径不要太大，我们的水龙头只
只有小小一条水柱，所以你弄大也没有用。水车的半径不用太大。如果怎么抽灯都不亮，请你把半径改小就好了，很简单。好，粘好了之后，胶枪再把那个跟别的地方的附着点再加强一下，多粘一点点，这样子它就会很牢固了。好了，还有五分钟就四点了。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我一定准时下课，所以各位要加油了，剩下五分钟，加油加油！如果已经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的任务就是收拾桌面。等一下看看哪一组最干净，我们要比积分哦。爸爸妈妈忙着粘，小朋友忙着收桌面。黄色小风扇不用的，请交给工作人员。贴纸用剩下来的交给工作人员，垃圾一律放在桌上的小垃圾桶，地上要捡干净，我要捡的哦。爸爸妈妈忙，小朋友也要忙哦。好，来最后一个洗眼液，请把多余的尾巴剪短，不要剪到底，留一小段，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人力发电，所以留一小段给你手转，剩下的把它给咔嚓。洗压给一下，洗压给一下。你觉得尾巴太长了，把它剪短一点，不要完全剪断。我们留一点点尾巴，可以用手转。这是一个人力、风力、水力三用发电机，剪的时候不要让它给砰飞出去啦，小心，一定要抓着尾巴剪。哇，第一一二三五七十一，一二三五七十一，我刚刚是不是欠十一十二组？十一十二，哎，你们都没有跟我要，我都忘记了。加油，干干净净，剩下你的作品在桌上。好，我们最后讲一下哦，这个发电机，如果你要转得顺，磁铁要粘正，瓶盖要粘正，风扇要折正，水车要粘正。反正呢，任何轮胎会转啊，圆圈圈会转的东西，都一定是要对称的。这一样的道理，如果不对称，就会跛脚，跛脚就没办法走得快咯。好，然后各位爸、大朋友、小朋友，请问我们另外一个保特瓶要干嘛？另外一个保特瓶要干嘛？对，装水。装上去，然后把这个作品给摆上去，然后就可以摆在客厅供着它。这是我做的作品，发电机哦，客人来了秀给他看，发电机哦。好，我设计的这个作品，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应该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发电机，对不对？可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很便宜，它的用材用料都非常环保，它也没有一般发电机使用到强力磁铁，它是用普通磁铁，所以它很省钱，这是它的特点，它很环保，它很省钱。好，现在呢，没有要用热熔胶，请把热熔胶的灯先关了。然后填问卷，我没有完成不准回家。好，我们现在要结算了哦。姐一边填一边，工作人员请来抓一把回去吧。第一组五颗，第二组四颗，第三组五颗，第四组四颗，一直在这请来看地面。好，抓一把下去吧，谢谢。工作
人自己拿。你高兴几颗就几颗。会晒太阳会变色。晒太阳会变色。不要嘛，你就要啦。奖品的意义不一样。奖品的意义不一样。好，现在不会变色，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紫外线，紫外线强度不够，它不会变色，晒太阳它才会变色哦。好，你要看它很漂亮的话，去河湾山一趟，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娇艳，不很漂亮，因为紫外线非常的强盛。好，放进口袋哦，放进口袋哦，不要掉喽，不掉喽，掉了不补喽。好，谢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谢谢，下课。好，那大家注意做老师这边一分钟就好了，一分钟就好了。我们从来没有上一个两个小时的课，觉得时间这么快哦。哦，四点哦，我东西都还没做好，怎么就四点？如果每一次自然课跟科学课都这么开心，多好啊，对。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会请郑秀云老师至少来一趟，所以请大家密切注意，注意什么呢？来，令碧学接一下，注意上来，上来，上来，注意什么？不是啦，转过来啦，注意一下这个网址哈 ，PHY.TW 或物理点 TW， 从这边就可以连到中央大学的科学教育中心。你给我低头啊！来，站好，连到科学教育中心，上面就会有我们的活动最新消息，欢迎大家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最后呢，今天活动这么的精彩，最辛苦的是谁啦？是谁？今天活动最辛苦是谁？他的表情跟他很不一样，大家都很辛苦哈，老师辛不辛苦？老师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翻他一个感谢状，给我们郑秀云郑老师，谢谢他今天这么远从彰化自己开车上来帮我们主持这场活动，请大家借我一下你的双手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台前来跟老师。